大家好，今天是3月25号，下个礼拜就是期指结算了。今天的板块方面呢，你看到呢是上升的，只是得好少而已，有半导体啦、电信服务啦、有媒体啦、有酒店行业、银行，银行是有的。咁所以呢变咗即係话个市跌嘅时之中呢、需要留意去拉尾呢可能係有啲啲嘅係支持㗎。恒指周线图上面呢睇得比较清楚啦，就係、嗰个阻力位呢一路都冇变过，就係、22622。咁而呢个嘅支持位呢就20910。